你知唔知出嚟行最紧要系咩 ？Hello， 我坐监嗰阵时识咗个叔父，佢同我讲过：浪行天下，食肉；九行天下，食屎。应该接帮鬼，边个搵到龙头棍，边个做坐管？一三五差馆、二四六品爷馆、黑油馆、白油馆，坐管我真系做唔嚟。我报咗 Hong Kong U 读二军，我冇时间做坐管。10几年前差佬冚档，连支龙头棍都立埋。 而家仲喺警察博物馆，揾唔到龙头棍，揾龙尾棍啦！你唔好话揾魔计。以前话争做坐管就开拖啫，而家唔做坐管又开拖，阿兄弟点肯喐手啊？斩啊！边个俾胆你三个？佢阿妈癫啊！选错管喎，选都唔选，做乜？和议性嘅选举制度系形似比例代表制，得龙尾棍就做坐管。 即系人人都有机会，民主万岁！边有龙尾棍啊？点样啊？先边有龙尾棍咁求其整支咪得咯吓？呢张凳啊，差唔多大刀王五个旗啊！喂，我旗个大刀王五系打轮珠哥旗噶喎。